女团 AG 由一志、丽安、柳真、彩玲、于娜五名成员组成，队长一志有双细长单眼皮的凤眼，这成为她在队中与其他成员最不同的特征。近来一志过去的照片也曝光，然而不同于现在给人较为帅气的印象，照片中的她反而带着少女的可爱和纯真。不变的是那双凤眼，从小到大长得一模一样，也被认证从小就是凤眼美女，五官和身材比例真的超好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